心找不到心去，我只能带来无谓的情绪，所以离开我有个好玩的玩具，我只需任性。爱情无爱又无趣，竟然走得下去，爱到无趣离去，这是你的定律，我不是你也不是你，你的世界没什么必须，那就难怪我是你可有可无的插曲。第一次感冒这么久，就是大概快要已经快一个礼拜了，然后原本想说多睡几天，现在讲话也很喘，对，然后刚跳完舞也是很害怕，因为脚很没有力气，就是没想到这个感冒重重的让我在休息的时候必须要很专心的休养努力，因为我觉得每个艺人在这个希望达到自己的目标之前都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啊，现在好不容易有一点点成绩，我希望大家就是自己要爱惜自己的羽毛，然后珍惜这些一路跟着我的粉丝朋友们，然后还有跟大家相处起来的这个默契的。刚刚有聊到那个挡不住的太阳，疫情其实真的蛮大，这个聊一下。其实这一次请到的导演是傅天宇导演，因为我们之前本来有机会可以跟他合作戏剧，但是缘分还不到，所以就没有合作成功。所以这次公司就特别找了傅天宇导演来，导演来导这一个《挡不住太阳》的 MV。那最主要还是意象形态啦，就是希望大家感受到这个阳光其实照射在自己的身上是很温暖、很舒服的，就是有在告诉大家，其实不要吝啬给予自己的温暖，在即使身边的朋友、身边的同事，多少给一点温暖都可以这样子。有没有特别要求？